see the crystal raindrops fall, and the beauty of it all is when the sun comes shining through to make those rainbows in my mind. When I think of you sometime, and I wanna spend some time with you, just the two of us.对我来说非常的不容易，我一直跟你说有一天我觉得可以了，我会好好照顾你，我们再站在这里，不着急，不管旁人如何说，只有你一直在支持我。最近这几年，我们的事业终于是稳定，初见成效，所以我们两个才站在这里，来实现当初我对你的诺言。此刻我终于可以落笔定稿，幸福地迎接我们即将到来的人生新阶段。此后我将成为你的妻子，正式的成为你的妻子，坚定的陪你闯下一段的人生旅程。亲爱的，过去15年，我们一起熬过了许多人生的艰难时刻，共同做了多次在我们人生分岔路口定义我们人生方向的决定。在那么多难熬分隔两地的日子里，我们对彼此最常说的就是会好的，就快好起来了，很快就会在一起。